CHM 长江机械 A4 复印纸生产线刀头调刀示范，四卷的机器则准备四张复印纸，五卷的机器则准备五张复印纸，叠好放置于上刀与下刀之间，转动刀滚开始过纸，观察刀口压痕，压痕浅的地方要调整对应刀口上方的螺钉，直到压痕一致，不要求断裂。一点点微调，转动刀滚，这个阶段称为过刀，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在两刀将近啮合的时候，转动要非常缓慢，一边观察一边手动感觉。当两刀刃接近时，千万要慢，如果阻力大要立马退回，当确认可以继续时也要小心，慢慢转动直到啮合通过，再次转动刀滚，看纸的刀口压痕快断了就少调一点，还没断的就要继续调。比如这里刀口压痕太浅了，就调多一点。这个切不断的地方是因为刀口跟纸的接触面不够，所以需要拧紧一点，增大它那个接触面。再次转动刀滚，现在这里断了，这边就不用挑了，继续调没切断的那边。再次转动刀滚，这边也开始断了，继续调没切断的那边。从左到右，在纸张没有断裂的地方调整对应的螺钉，非常小的劲给，可能就是几个丝，直到完成断裂，其方法与上述相同，不再转述。刚才我们已经调好了刀头的左侧部分，右侧部分则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调刀，直到完成。